可以问他叫 Chief Thanks。 所以耶稣，我们来问，我们讲耶稣要来吗？耶稣是秘密来吗？耶稣是秘密降临吗？秘密被提论，魔鬼的诡计就是颠覆弥赛亚的计划，令人迷惑。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好像羔羊的形象，第二次却以犹大的狮子的形象再来。 OK， 第一次耶稣被人家宰杀，应该是这样，他有反抗吗？他没有，因为他是羔羊，神的羔羊，要除去世人的罪。但是第二次来说，他不再是羔羊了，他是魔鬼的喜欢倒转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当时犹太人整个以色列人不能，那时候时代不能接受耶稣，也不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派来的弥赛亚？因为在 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心目当中，他们认为，他们相信上帝会派以弥赛亚来，神的儿子会来，他们是以这君王的身份来，就攻割了沃尔，就把罗马帝国拆毁，然后重建以色列国。可惜耶稣没有这样来，耶稣在马槽中出世，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匠的儿子，他们对耶稣完全看不起。同样今天很多人跟讲耶稣，人家也不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神。然后好了，耶稣来了，然后耶稣要再来，第二次再来，人家又再相信说啊，耶稣会像您，就是耶稣会来，是绵羊来，偷偷来，悄悄的来，我悄悄的来，悄悄的走那种。不，耶稣第二次来，全世界都要看到他，他好像犹大的狮子这样来。我们来看下去。有人说，不是圣经讲耶稣来好像贼一样吗？偷偷的来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看，我们来看，人家读这个说贼来的，他们只读这一段，上一段的，他们读是那下一段。我们一起来看整段这样讲，但主的日子要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。那日，那是什么日？主的日子，那是什么？耶稣再来的日子，诸天必有大有响声，废去其中就是有形质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大地和其上的物都要消尽。耶稣来不是偷偷的来，悄悄的来，秘密的来，诸天必有大有响声，所有的人都听到这个响声。我们来看这第一段的经文啊，我们上帝要来，绝不闭口，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，有暴风在他四周围大锅。诗篇五十篇第三节这样讲。然后我们来看这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。哎，耶稣不是偷偷叫的，偷偷来，悄悄的来。天，圣经讲有来，耶稣来的时候有呼叫的声音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上帝号角的声音。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。耶稣来的时候不会偷偷的来，悄悄来，而且会叭叭叭叭，全世界的人都要看到他的再来。我们再来看下去 ，next。耶稣来的时候人人都会看见吗？哎呀，可能是一些人看见，一些人看不见，有人这样讲。我们来看，我们回答这个问题。看哪、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那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因他哀顾。这话是真实的，阿们。启示录一章第七节，上礼拜我讲 All I shall see him，我不是乱讲的，这圣经讲的。看哪、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 All I shall see him， 所有眼睛，只要你不是瞎的，你都能够看见耶稣的再来。然后那十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耶稣要来，天上是有兆头的，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爱护，他们要看见。大家讲看见，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，驾着云，天上的云降临。耶稣来没有悄悄的来，耶稣来是明目张胆的来，让大家都能够。